想下班你们。先第一关哦，你们就是没钱的，你们等一下，等一下借钱去停鞋的，谁能停靠一下要领钱？我们两个就拍，你们就拍花絮，然后上传，然后赚到流量，赚现赚，然后直接给我。对的，你帮我们剪花絮。对啊，对。好不好？我们后置有缺人，真的是东升购物哎！不是我们亏耶，我们一支影片这么贵，这样子还亏？哎，对啊，他们一支影片我们哪里贵？他们一支拍到你装陶瓷牙齿，你知道吗？更贵吧？潘老师啊，哎呀，你们两个牙齿是一样白耶，真的太白了，红色太白了，他这会走心。真的吗？讲他牙齿白，我要讲，我要去磨黄一点呢。你多一点嘛，你奶茶啦，白干嘛？你还讲我们眼皮多厚啊？但是你现在红了。他没有，他只是牙齿白了。他叫我要唱一点。什么东西？他们叫我唱。来，抽奖，你唱。还有抽奖，闭眼怪。白齿魔，哎，人家是三眼皮怪，三眼怪大战白齿魔。